确实肉太少了。你再多点肥肉。第一次自己做没什么经验。你俩这边。一晚上一个人住这里，你不怕吗？不怕。哎，我到时候院子上面，我想挂点小彩灯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啊。那树上我也想挂一点。不定好看啊，在那边，一般那边植物我也比较院子也高一点。嗯。我都是你这吧，天气好，我要把它全部拆掉。到时候叫我们。用电锯来锯就得了嘛。拆掉，我又不是锯，我要全部拆掉。太可以了。我要重新围那个上去，围高一点。自己有水喝吗？有点垫不上去的。没有水。可乐，可乐，嗯，你有背吗？有。你去找一下有没有就是你背的。在哪里？冰箱旁边。还吃糯米，那个板栗又有点粉，咽不下去呀、啊。吃这个会不会太单调？吃得饱吗？我给你煮个这里有几个菜，第一个菜、两个菜、三个菜。你哪里有三个菜？怎么没有三个菜呢？一个绿豆。绿豆哪里生菜？生菜啦，绿豆、豆肉、板栗、咸蛋，四个菜。够了，四个菜还不够啊。很多人跟我说你买了一个东西给我，
我回去了啊。回去了。啊。你早点休息啊。我刚说话你没听到吗？你没听到啊。行吧。没什么。哦。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啊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就是很多朋友说他买了东西要给我，又不敢给我。本来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，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化解一下尴尬嘛，就是证明我也知道没关系的，就是这种。但是他好像假装没听到，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了。看来以后。就是还是要假装不知道的好一点。知道吧，问吧又不是，不问吧又不是。嗯，也不管。